五千。哇哦！去看看吧。哇哦，这超多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看见，这是海胆。好。这是肥波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结就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今天去哪耍？一空 shuffle， ready go。牛肉眼还是牛小排？啊，牛肉眼好了，完美超，我们点来的大家一起吃啊。对，我点海陆啊。好，那两份就两套海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蒜头。自带蒜头。没错。蒜王。每天九份，也是九块。哪里买？店员说等一下推给我。哎，很兵工相向的。怎么会有棉花糖？这是这个。哦，还有那个棉花糖，好吃。对，就我看到我们的沙司。就是。你家的碗为什么会碎啊？我们的烘干机在上面。烘干就风暴是吗？没办法，会掉下来。泰式冬阴锅，感觉是很辣。有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另外一锅就点了基本的柴鱼。柴鱼有小朋友其实就点柴鱼，比较清淡一点。海胆蒸牛肉，里面有海胆、蒸牛肉，还有松露酱，白白那个是豆薯，不用客气，对，一口。酱汁蛮特别，好像好像加一点果醋，牛肉蛮嫩的，敢吃生的，我觉得这东西不错，完全盖过它牛肉完全任何的异味。酱在底下，好香哦！我闻到味道了。面不错，跟乌龙面很有弹性，胡麻酱炒得很刚好，而且再来它还有加一点点醋，一点酸酸的感觉，吃起来不会这么的，因为胡麻酱很容易腻，就加了这个醋之后就不会这么腻，非常好吃。这个是白酸加打包猪。那你要打包猪吗？这打泡猪真的蛮香的，不会辣，完全不会辣，加上这个月经的蛋黄，真是绝配了。这么好的牛肉就是两三下这个颜色就会亮。阿锤来，哇，这种好像盐巴的肉丝，很嫩，非常嫩，入口即化，再来它有一点点的奶味。哇，这明太子一大锅。我明太子是鲑鱼啊。明太子吗？哇哦！去看看吧。哇哦，这超多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看见，这是海胆。好，大家有没有听到怪怪的？他刚说句很经典的话，他是不是跟我们在不同的时空？然后我跟你讲，他马上被你感染，因为他饭端好之后，有没有？他就忘记放大了，忘记自己要干嘛。没关系啊，大家自己朋友们。哇哦！哇！好吃呀，喵喵喵喵，好吃好吃哇，好吃呀，喵喵喵。都流汗了，是我写下他的汗。太鲜了，这大脚非常特别，这大脚感觉它的皮好像还有煎过，你看，还有煎过。比较大。对，这应该是手工的。嗯，这种肉香其实。手工的吗？手工的，蛮鲜的。再来，它的蛋其实有点像那种煎过的蛋，感觉吃起来比较味道一点。海鲜丸。蜜桃脆。这杯叫做蜜桃成熟时，那不是电影吗？而且还是十八禁的。我们一起干，一起干，一二三，干！干杯！耶、yeah ！今天去哪耍？耍！好，没有团结的声音。是不是一碗的花枝？对，它其实之前在另外一边烧肉店嘛，它现在改名了，现在改名了。嫩，很嫩呐、啊。太鲜了啦！他说是因为一会等肉碎就可以了，平常就没有。虾子煮太久就会难吃，海鲜这种东西哈，你一定不能过熟。虾子煮一煮，它稍微有点已经弯曲，大概到1.5至2公分，其实就可以吃了。那我要带尺吗？到底是讲什么？不然怎么知道它几公分了？不是1.5到2公分，应该说是大概弯成这个样子，再丢起来代表已经老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吃了，这样子刚刚好。再丢就不好吃了。你看它虾子都剥好皮了，我们不用剥。对，虾子剥好皮哦。剥好了。来，
汤蛤蜊很大颗啊。哎呦，真要收啊！暗时要冰点酒来用。鸭子的汤都非常的鲜啊。有人不吃虾头哈，等下把虾头再丢进去，然后那个汤其实会很好喝，非常的鲜甜。虾汤。你的衣服啦。滴到了。白色都洗。哦。这都是水吗？一口吃。鲜呐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能吧，这个能吧，这个能吧哈。我们这个妈妈对我们的房子一直在讲，等下可能要点一下数量。那我先吃一口。那你谁要吃？和牛三明治，这必吃啊，必吃，隐藏菜单，这真的超赞，每次来我都想要吃。你一口吃掉。哇，你马上又来了。对，这是热盐。我自己先拿一个。现在讲不了，我自己先吃一个。你们那个酱料真的太厉害了。你们这是什么酱？你吃特酱。怎么做的？他不会告诉你的。这是机密，沾点芥末。表皮有点焦香味，非常好吃。里面非常嫩。非常好吃，一口接着一口。很多地方的火锅都会煮完留点汤给你煮稀饭嘛，它的稀饭哪里不一样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很懒，那个饭有没有煮没几下拿起来给你吃？这些饭煮得非常非常烂，生米泡熟。没错，因为我们里面它刚刚我们加虾头嘛，海鲜汤非常浓郁，它都有吸收到它那个汤汁，汤汁里面有什么？有鲜虾味，吃一口保证你会感觉在虾里。都不吃了哈，哎，都不吃了。我感觉这饭超好吃的，哪个饭？超妈多啊，比上你水饺那个还厉害。我很常去吃啊，吃到最后觉得超咸，你这个比较刚好。那为什么你来做烧烤这件事情？好，你帮他自己说一下。我帮他解释一下啊，我们老板呢会来做烧烤，其实呢是因为棒球打不好。老板是哪一队啊？哪一队？老板在这里。他一直要打棒球是哪一队？他们两个是国中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就讲好，国中就讲好说打棒球，你要去做生意。一直想要问他哪一队，没有人要回答他的问题。他那个不同时空，这不重要一点，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冰淇淋，珍珠奶茶冰淇淋。没有奶茶，这是我们自己做，是你做的吗？是自创。哦，他们这里才有的酒酿起司蛋糕。黑糖香草冰淇淋，冰淇淋上面还有花生粉，就是有酒味的，就是酒酿汤圆那种味道，加 cheese， 没话说，好吃。你说那这是你做的，然后店员说不是，是我们公司做的。这家店在桃园，本身之前是做烧肉，它其实很有名，在桃园其实蛮多人都知道的。那他们的烧肉也是讲实在蛮厉害的，和牛三明治真的是必点，隐藏菜单，而且你一定要事先跟他讲，有时候不一定有。他烧肉的东西功夫有做足，肉又挑过，当然每个店家都是这样子做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口工很厉害。烧肉店目前在装潢，他们这边才会有烧肉给我们吃。那一般来说，这边主力就是火锅嘛，啊，价位上面我觉得算中间，中高价位。看你吃的肉品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有一锅八九百的啊，也不错，它套餐都有该付的都有，重点是还有甜点，成套了一个套餐给你吃，这样月见就是有蛋的那月见的那个打包猪饭，胡麻酱的面嘛，主食的部分我就不说，再来就是海鲜冻，碗其实大概可以两三个人吃，它肉的部分热眼嘛，然后跟牛小排，还有板腱，敢吃深一点的，烫下去两三秒起来，有点粉红色就可以吃。我们家六个人吃多少钱？目前还没买单，不知道。用眼睛看花江多少？一个就是我抓大概14000，他都抓11000。爸爸15000，每次12000。好啊，猜对的没奖品啊。我猜对的，所以猜对的开放我。真的？那就先讲呗。比如说你好烦，他就说你好烦哦，就是对，他会比较。哎，你觉得好笑？姐姐，你怎么都没叫过我姐姐？而且人家是姨，她跟妈咪一样大哎。这个一才20岁嘞。你怎么自认草啊？我老婆是另外一个。
了。